哦，就是说你是主动型的，就主动追求到了周周。啊、跟别人表白，你跟我表白什么劲？啊，对，有这个，有人跟我讲过这个。那当时你就说让我来追你吗？还是怎么着？我说不行啊，追什么追？就石动燃句就没了。没有什么然后。啊 ，OK，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是提的好，找找问题。哎，那拍完这部剧之后呢？我唱了一下，那你要跟你谈，我一会儿就跟你唱。明明你为你付出，你的前奏如果没有。你不找事吗？啊，他没有高冷啊，不高冷，顾海，但是我在遇到你之前，我是还是高冷。顾海是霸道，他是霸道。你长得真的很帅，我觉得四位的偶像。看我的眼睛，真的很帅，真的很帅。啊，没毛病啊。我还在笑。哎，我还是没有，还是感觉那个金星奖的技巧。来，我们再来点，陈淑熙。没毛病，激情版的没毛病。那个，我什么词儿来着？毛病咋的？有毛病咋的？哎呦，毛病咋的？有毛病咋的？有毛病就吃盐。你就是药。说看大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